高雄市照会简介，历史与照会生活现况。高雄市照会的建政是从1945年二战结束后几位先到了高雄市的圣徒开始，当时大家认为要为主在高雄的行动先有祷告。1948年11月26日第一次的祷告聚会在陈金佑师母家中开始。1949年3月26日在林木乡弟兄家中正式开始擘饼聚会。第一次的擘饼共有60位圣徒参加。到了1951年6月高雄市照会已有弟兄姊妹近600人，侍奉的架构也逐渐建立。因着人数的加增，为着聚会的见证稳固刚强，众圣徒胼手知足，倾囊奉献，并在身体的扶持中于新圣街新建一木造会所，就是今天新圣街会所的前身。圣徒在爱里的倾注，直到如今仍是高雄市照会的祝福。此后借着福音的宣扬，照会继续开拓扩展，虽然在过程中也曾经历仇敌的兴风作浪，但主得胜的生命却越发繁茂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被成全起来。特别在1980年间兴起相当多的青年人，这样服事的果子激起全台岛一股成全青年人的水流。2010年五都成立，高雄市县合并，原高雄县21个照会也并入高雄市照会，是神主宰且智慧的安排，使原高市县的圣徒更能配搭联络一起，达到相调与建造的实际。至今高雄市照会约有10000余位圣徒，所有的圣徒按地理分为各个照顾区，为使身体上每个肢体得到合适的安置，再细分为各个大区及小区。我们的照会生活非常喜乐蒙恩，并坚定持续在神命定之路上操练实行。我们周周一同出外传扬国度的福音，实行主在地上末了的托付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。新人得救后就在家聚会中受照顾及喂养，使人不止受尽得救，更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给神。在排生活的推动上，全照会目前已有超过400个小排，周周在高雄市每一个角落享受甜美喜乐的照会生活。每周二晚间也有祷告聚会，专特地为着主当前的需要，众人一同祈求，带进圣灵的行动。而每逢主日，所有的圣徒分别在各个小区擘饼纪念主，并在会中申言，借着周周追求一年7次节期释放的信息，享受这份职事带给我们丰富的说话和供应。除了例常的聚会以外，照会针对圣徒不同的需要举办各种成全训练，如初信成全、姊妹成全聚会等，借着成全使人人成为进功用的肢体。照会也鼓励众圣徒抓住每次访问相调的机会，以有份基督身体的交通，经历一个新人的实际。
每到岁末年终，全召会也有感恩吉条聚会。除了众圣徒一同欢聚神前数算主恩外，且同心进入召会往前的负担，期待新的一年神能更祝福他的召会。专项服事简介：儿童组目前在高雄市召会共有74个亲子儿童牌，常聚会的儿童约有780位，主日聚集则有近600位儿童稳定参加。我们每年举办许多活动，有神人家庭生活训练、小五六特会、亲子健康成长园等，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数逐年增加，并使家与家之间有更多的连结，更是带进了许多福音家庭一同进入召会生活。中学组，高雄市召会在28所高中职有校园牌及福音工作，每周有近300位的中学生稳定主日聚会，盼望每一位都在操练灵、爱主、认罪、奉献方面有主观的经历，并对人有福音的负担，成为校园的福音火种。大学组，在高雄市共计18所大学有校园工作，平均每周约有200位的大学圣徒参加主日。在每学期的福音行动中，学生个个被福音的火焚烧，与圣徒配搭，一同得着更多青年人。每周五的成全聚会以及每学期三次的特会，使众人在各面被成全，身体的意象也逐渐做到众人里面。社青组，高雄市召会社青圣徒已超过4000位，其中主日正常聚会者约有900位，周中社青牌约有40牌。借着每年九月的亲职特会，许多社青圣徒被主恢复起来过召会生活，也有许多圣徒奉献自己，周周出外传福音，带人得救。愿主得着更多的青年人，承接时代荣耀的托付。中壮追求，中壮年圣徒共同追求，自2006年开始，一年分为春秋两季，每周四的上午就有超过300位的中壮圣徒一同享受神话语丰富的供应。因着这样丰富的享受，使参加的圣徒有负担出去永留生命，甚至远赴海外，有份主在全地的行动。长青组，自1998年起，长青组成立至今，坚定持续于每周三有长青聚会，每月一次的吉条人数逐渐增多，现已超过300人。每月联络人有两次的探望圣徒和临时需要的探访，愿年长圣徒在他们仍强壮的年日里，能尽合适的功用，托住召会，成为召会的祝福。海外开展，斯里兰卡。斯里兰卡是位于亚洲南部、印度东南方外海的岛国，自2011年开始，高雄市召会就接受负担，有份斯里兰卡的开展。这些年间，我们一同见证主的行动在那地持续扩展，胜了又胜。
至2018年初，斯里兰卡共有15处召会，并有超过300位过召会生活。愿主继续祝福在斯里兰卡的行动，带进一个新人的显出。赞美主。